哈啊！到底多变态的癖好人才会买这种拖鞋，把自己最喜欢的老婆踩在脚下呀？你不觉得那样很爽吗？那个好激动呀！对。然后啊，这么嗨啊！我准备好了。小唐作为大学生，真的是位于宅男的最底层。现在平台收益砍的，大家也知道。老唐还又是一个不怎么像家里喜欢要生活费的人，最近日子过得很拮据。但其实这并不影响我对于一些二次元周边啊由衷的喜爱。又是从这个月刚下来的创作机里面抽了100块钱买这些二次元周边。这是咱今天的第一个封面，大家也看到了，没错，1.9块的初音手机壳，打开之后就是这个样子。哇，太可爱了，我的公主大人。然后大家准备好了吗？因为这个手机壳啊，其实要装在拍摄这个手机上。哎，关门。这个手机装上手机壳就是这样一个形态。大约1.9块买这个手机壳，到底是亏了还是赚了？二次元拖鞋，老仓给大家看一下他的店，哇，就很离谱。他家卖的是二次元拖鞋，我还找到我自己了，什么史莱姆啊、魔道祖师崩坏啊，甚至还有雷姆拉姆。哈，到底多变态的癖好人才会买这种拖鞋，把自己最喜欢的老婆踩在脚下呀？你不觉得那样很爽吗？很变态好吧。啊，虽然啊确实我也买了，是故意的。但是我买了，我承认我买的不是那个，我看到他最后有一个我的英雄学院里面的角色。这个变态就是完全不看动漫的，你要把它踩在脚下。对啊，他说是拖鞋，他其实到手这么巧还没有巴掌大，但是他确实上面写的是二次元拖鞋。然后打开之后呢，拖鞋那不是 LV， 套子里面就放着这么一个莫纳吧唧。虽然啊，老张做一个原始玩家还挺开心的。哦哦哦、不行，这赤裸裸的诈骗，家人们啊！23.8块，23.8已经一对一了。呀，要不知道大家遇没遇到过这种幽灵包裹呀、啊？就在网上看的和实际到手东西完全不符啊，就真的很离谱。然后咱们到了520了嘛，就是这个视频的赞助商，不买的话可以看看，我觉得喜欢的话就可以搜索一下同款。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二次元周边的设计师，主要设计一些项链，还有一些那个戒指之类的。他这回就是给我寄了3款，他自己自主设计的。我觉得哇，真的挺厉害的，好吧，这个小姐姐。还有一些证书这么标准，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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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塞他妈4个全塞里头了，塞一个里头。这个是一个也是啾啾的里面的一个戒指，手模。哇，我们手模，哎，我们手模，这款啾啾的这个红色戒指，哇，真的看起来就别变了，哥，再变我把手要掉下去了。然后马上就520嘛，大家就可以送给对象一个这样的一个戒指，真的。有看到我的替身吗？看起来非常的好看，然后他是铜质，看起来真的非常金子的。这中国人哪有不喜欢这么金光闪闪的？而且他喜欢的，现在铜的废品回收价很贵。哇，就是那个好激动呀！对。然后啊，这么嗨啊！我准备好了。然后他戴上之后就这样子，这样比较威廉，是威廉。然后大家可以现在对这项链的心动值进行一个打分啊，满分10分，个人还是觉得蛮喜欢的。然后再给大家开一个这个蝴蝶形状的银质，它还是有证书的。然后这个的话，我感觉送给女孩子就更好一点了。哇，它上我身之后就这样一个上身效果了，给大家看一下呗。还有最后一款，这个是彩色珐琅的一个银质的戒指，它是一个情侣戒指，就是还有一个金色款的，那个金色款就送给评论区的一位有缘的小伙伴了。拿着那个情侣戒指来找你，给你拍一期蹭饭头的。结果幻术贴纸，这个是老仓刷视频的时候啊，看着有意思，就直接买拍，就是一个这样的。然后它之所以叫幻术贴纸呢，是因为啊，给它如果转个角度的话，安成膜，然后不同那个角度，它的光所折射出来的成像你就有所区别。对于小英来说可能太幼稚了啊，对于大生来说刚刚好，还也幼稚，也幼稚。因为你知道它这个原理之后，也不会觉得很幼稚。18块钱买的这个戒指，我感觉是有点不太值得。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样的有新奇的小玩意儿的？奥特曼木雕。这一款呢是老仓花了24块钱买的一个迪迦的一个小雕塑。等一下，这是。这店家用一个手套给我包着发过来了，这是老张们见过离奇的啊包装了，里面是黄杨木的一个奥特曼迪迦的雕塑。这手套的话，闻一闻，我现在晃着灯找吧，等会儿拍照。哇，妈妈的味道！小仓作为03后啊，真的从小到大也是看着迪迦奥特曼长大的，就是老仓心目中的光。现在大家也可以在这个视频里进行祈愿了，对着我们的光，祝所有弹幕和评论区留言的家人们都能心想事成，大家就会是不是觉得很眼熟？这就是苍老师的我的本体，它是应该是糖胶的一个材质吧？它的屁股为什么有个洞？给你用，给我用。然后这个迪迦是24块钱。
说实话，抛开迪迦的元素，我觉得有点小贵。但是不管多少价钱，它是信仰，信仰众多，这信仰是无价的。糖胶娃娃的话是7.9块啊，是不是糖胶娃娃？它这个洞是不是可以吹啊？就像我以前吹过，也是什么糖胶的一个小哨子一样。我们现在吹一下试试啊。像我没看到你，根本吹不响啊！然后现在阿斌他不是开那个 B 站工坊吗？既然是小涛的女粉丝开的这个工坊，那我必须第一个去支持啊！然后他是卖的是一个糖胶娃娃，我是花了45还是35，他就直接给我包邮了。What？ 他给我寄了这么多是什么样的？优酸乳，杏子味的。然后他们上可以告诉我有多少喜欢喝杏子味优酸乳了。寄了一个巧克力棒，还有这是奇霸秋梨膏，还有个软糖，还有一个葡萄味的一个。哇，我都没有吃过这个。老唐小时候家里条件确实不太好，那个一般什么零食啊，还有玩具都是看着别的小朋友玩，然后也是蹭别的小朋友吃的。真的，哇，他给我寄了那么多零食，还有封信。我先开完，然后看给他看看那里面写了什么。还有一个这么大的果冻，还两包。子弟仔的一个糖胶娃娃，它好像还是刚上完色的呀，摸起来黏糊糊的，好像还掉色。太酷了！脑袋还有一个洞，它是存钱罐儿的，下面有底儿。哎，下面还有个底儿，哇！我这拍样太不专业了。哎，我才发现一个细节，他手上抱着娃娃，竟然穿的是派大星的裤子，他头上还戴的是小窝帽子。然后也不知道这个史迪仔35块钱买的到底值了还是亏了。哎，要是你真假的，那咱也别说这个45买到底值不值了，毕竟这是女粉丝亲手做的，我觉得就是无价之宝。送了一封信，咱们怎么公开出行一下？祝苍神，祝你早日突破50万。有人早就承诺过了吗？我掉粉就掉48，以后有更多粉丝，我们也会一直陪着你。好吧，一群爱你的粉丝，加油！字写的手机，哇，这字丑，那我写的那字，那是在爬。这字，如果有人说不好看，我真的不会给他好脸色看。不好看。然后马上不就到了520了吗？我舍友他也戴，像我舍友是吧？也戴着项链，不是，就舍友也戴这个戒指啊。所以我也不知道看我视频女孩子喜不喜欢这些二次元的这个周边的项链和戒指。其实这些首饰主要不是看它价值，而取决于送给你的人。就比如正在看小唐视频的你，然后这一开视频差不多到这里就结束了。然后真的小唐还要感谢大家对我视频的支持啊！没有你们就没有这个视频的下一期。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吧，希望你下期哦，拜拜。